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李先生，这位是张小姐。你好，请多关照，也请你多指教。你汉语说得真不错。哪儿啊，还差得远呢。我觉得你发音特别好。是吗？我小时候在北京住过两年。你好，山本先生是哪里人？我是大阪人，现在在上海工作。祝你工作顺利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你给我介绍一个吧。你想要个什么样的？首先要性格合得来才行。你和你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？在网上认识的。你不相信？是网上的婚姻介绍服务吗？不是，是在聊天室认识的。嗯。你每天都来大学吗？基本上每天都来。一个星期有几节汉语课？有两节，星期一和星期四。你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？考得不太好，可能拿不到学分了。考试前没认真准备吧？谁说的？我昨晚一晚上都没睡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临阵磨枪不行。你说我还能学好中文吗？怎么不能？只要下功夫就能学好。好，我一定努力。